大家好，我是木兰，我现在在董师傅的摩托车修理部。今天我准备把之前的防冻液全部给它换掉。好，现在就找董师傅给换一下。先做好准备工作。董师傅，这个要是加上以后，我直接就可以到目的地了吧？可以。现在把之前的防冻液给它放出去，重新加新的。因为这个防冻液我往里边加水了。把车启动一下，这发动机里面水打出来。这个不要窝死，窝死我水就排不出去了。这一瓶全能加进去吗？基本上都加完。哦，我是不是再买上一桶备着呀？不用，不用了。加剩一点，灌到可乐瓶里面，找一个可乐瓶一灌。哦，这下加的全是防冻液。啊、嗯。看它缺的时候，就是把这还剩。哦，还剩这么多呢。啊、嗯。防冻液是绿色的，有绿色，有红色，有蓝色，你都不管它，它主要温度。啊、哦，行。好，现在已经加好了，我放下来，放下。哎呀，你这方法太好了，给我省多少地方啊！而且我这罐子方便拿，你知道吧？昨天加装灯的时候，董师傅给我一个建议，说我上面做那个铁皮箱子太大了，也不方便拿那个液化气罐，要是做饭的时候要把罐子拿下来也不方便拿，他建议我给下面这个铁皮箱子上掏一个洞，把煤气罐给它装进去，所以我今天就重新给它改了一下，这样要节约不少空间呢。董师傅给我弄了一个这个管子划开，现在给我裹上一圈，他说怕伤害那个液化气罐，这样的话我拿卸的话也不刮我的手。董师傅，这个用胶粘呢？不粘。不粘它不会掉吗？掉了一下子。里面一层橡胶板，哦，往里一放，它就没声音嘛，你跑起来。对，它要不然跑起来，铁皮震得哗啦哗啦乱响。给大家看看改装以后这个多好，在董师傅的建议下，看这个罐儿就这你看多就不占地方了，而且还稳当。之前做的那个铁箱子放在上面乱晃，而且可占地方，这个、啊、就非常好。没空间了。嗯，对。这你空间大了，你想咋放咋放去就完了。